在福州二十四中校友会的杨永一会长。今天是我们三周年的会庆。君已飞过，
清晨我放飞一曲白鸽，为你带回远方儿女的思念，各自在茫茫海。每一届的都派两个代表上来叫一个像，等一下我们一起全体校友走上舞台，挥挥手，挥挥手，任静老师。我在茫茫海天飞过，我们祝福你的生日，这是儿女在远方爱的诉说。
中，希望我们所有的校友登上这个舞台，叫我全家福，谢谢了，拜托你们抓紧时间，这是一个难忘的今宵，请你们一步到舞台上，叫个全家福。有牌子的就坐在前面啊！有牌子，二师兄校友会的全家福，也是你们难忘的回忆。哪看起来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我们青春，我们也潇洒过，也老过，这是多么难忘的日子啊！各位校友，配合一下，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紧迫。下面还有表演，还有什么？配合一下好不好？请你们一步，前面坐在这里啊！哎，太好了！快点吧，好不好？配合一下，你们都是。校友啊，来自不一样，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前面坐在这里，好吧？好了，我已不住叫了，一二三，我叫一二三就叫上了啊。一，你们不叫他才来，就过了祁阳。一二三。大家坐好啊！容易啊，稍微容易啊。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嘉宾、亲爱的同学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3周年国庆，即福州二十四中学校友联合总会三周年会庆，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中美国歌。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大合唱，请同学们上来，我们一起歌唱《世界福州一家亲》，请大家上来，随意啊，大家都可以来。小波奇飞呀，在哪里？小波奇，我走了吗？一呢啊，他怎么？我没呀，我自己没。那你走一年干的，我看着你了，哎。你那那昨天的，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过来妹妹啊，哎，妹妹，你。哎，你好。你不要了，坐来来来。你骗我了是吗？我来，我来，我来。大家也一起来。
位同学，这一首歌叫作曲是陈丁，是我们大家一起跟着画，准备换音乐了啊！世界福州一家亲，国语版。
福州市委的习近平主席专门为事务肯定大会刊物题的词，大家看后面，这就是习近平主席题的词，十一家情系福州，然后市府的总会长吴焕颖先生根据习近平先生的主席的题词精神提出了世界福州一家亲的思想，得到了众多乡亲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本人和孙庆海陈丁先生根据总会长的提议，在2019年4月创作了这首歌，深受大家的欢唱，并选为世界福州十一同乡总会的会歌。很多乡亲提议，如果能用福州话唱几句更美好，跟你讲海威。所以呢，福州总会的秘书长林祥华先生将我的原创改成了福州话版，现在请大家欣赏福州话的谢改福州李家清音乐。借江红满山金，yeah
来，谢谢，下去。现在，请大家愿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福州二十四中学校友联合总会的会长杨友义先生致辞，大家欢迎。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以及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今晚是福州二十四中学联合总会三周年会庆，我在此向各位校友、老师以及来宾表示衷心感谢，特别要感谢筹备团队的工作人员，你们团结互助才促成了今晚的盛会，辛苦了，谢谢你们。金秋时节也是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迎来了校友会一年一度的会庆，再过十几天就是我们主基国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的召开，我们衷心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再次感谢各位校友、师长以及来宾在百忙中莅临盛会，谢谢你们在雨天气温寒冷本该在家打边炉的时刻来到金豪，你们带来了校友会的温暖，给校友会增添光彩，校友总会与你们共暖暖风雨同情。最后祝老师、同学们、各位嘉宾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谢谢。现在请女主席赖旭明先生讲话，大家欢迎。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校友、老师，大家晚上好。今天我非常高兴和大家欢聚在君豪大酒楼，共同来祝福我们旅美二十四中校友总会三周年之际，我非常的荣幸，也感到非常的高兴。首先在这里向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活动表示衷心的问候，并致以感谢你们的到来。海内存知己，天遥比你李秉慈，今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成立73周年。作为海外的游子，中华的女儿，我们为了广大旅美的侨胞，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参与了与祖国人民的风雨同舟，
我们二十四中校友总会，发扬校友的精神，捐赠物资，在救灾的期间，向校友，向我们马尾区的校友，向二十四中的校友，捐赠了物资，捐赠了口罩，还有体温器，以及等等，也向我们马尾海外的所有的乡亲捐赠了物资。每个人都在当时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捐助了每个人都有七八个，这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也是我们马尾校友会所有的校友同仁捐助了钱买回这些的物资。此时此刻在这里应该要感谢你们，还有感谢马尾校友会的几位创会的人，陈江山、任徐明、任启明，以及和几位校友在默默的、无为的为创会所做出的贡献，我表示向你们深深的感谢。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所以我也不想在这里多啰嗦。我相信，在任友谊的部长带领之下，会把我们毛云美二十四中校友会发展得更加光大、更加阳光、更加灿烂，比例会更好。福州二十四中创办于1961年，那时候我们上午在天后宫上课，下午搬砖挑瓦建设母校，从1961年到现在2022年，已经整整61年。蓦然回首，仿佛就在昨天。现在请陈章辉、易当还有张公兴三位上来，深度贺电。贺信渝美福州二十四中学校校联总会，新闻贵会将于2022年10月4日举行会庆活动。福州二十四中中学谨此致信，表示热烈的祝贺。校友是学校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校友会是学校与校友的桥梁和纽带。衷心感谢贵会在2020年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向学校捐赠口罩、体温等疫情防控物资，为学校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办校62年来，福州二十四中
久，曾经培养了马尾几代人，为提高马尾的人民的文化科学和培养做出了贡献。多年来，中考城市在马尾区名列前茅，是马尾区人民信任的一所好学校。学校当前一向稳当，初中部和高中部面临全新的机构和挑战，机构的发展仍需要得到教育一往既往的关心和支持。为母校发展建言献策，为学校科技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力量。最后衷心祝愿渝北福州二十六中学校友联合组会越办越好，恭祝各位校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州二十六中学，渝北福州二十四中学校友联合组会新闻会议将于2022年10月4日举行会议活动。福州市马尾区教育局仅此表示热烈的祝贺。会议作为二十四中渝北校友的组织者，将校友们团结在一起，为报效伟大祖国、推进家乡建设、支持学校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校友们再接再厉，永葆赤子之心，发扬光大母校的优良传统，关心促进母校的远续发展。希望会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心聚力，带领广大校友在新的征程上砥砺前行，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恭祝各位校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Hello， 大家好。贺电，渝北福州二十四中校友总会暨杨友义会长，新闻会会即将举行三周年庆典晚会，谨此向贵会暨杨友义会长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我们衷心期望贵会在杨友义会长的带领下，秉承爱国爱乡的创会宗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团结乡亲，服务乡亲，进一步拓展渝北家庭合作新空间，为推动家乡各项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超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预祝贵会庆典晚会圆满成功，祝会友兴旺，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岁如意。马尾区人民政府桥梁办公室，马尾区归国华侨联谊会，马尾区海外联谊会，福州市还有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归国华侨联谊会，马尾区罗兴街道办事处，马尾区青州村委会等也发来贺电。由于时间问题，就不一一宣读了。谢谢大家。接下去呢，请学生的代表，请四五七六的两届的代表，再提前面一场来吧。尊敬的杨友义会长，
是他企业也是这概念完全校园大家晚上首先感谢啊美娘们你好粉丝140万粉丝140万七世界途中不炫的美国向校园们献身掌声请大家批评指教我们都是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走来了一起来到了美国这个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同学们校友们我们之间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校运会就是为我们提供这个方面服务的平台为了美好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都应该努力的拼搏生命的意义在于奋斗奋斗的目的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超越他人而在于帮助他人实践这里讲的是实践实践自身对社会的价值生命是短暂的青春年华更是一往即逝我们都应呜呼上火我们都是过河的竹子只有奋力向前没有退路我们坚信只有努力奋进勤奋智慧我们美好的美国梦定会实现然后让我引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名言作为我们大家的共同勉励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谢谢大家再有我们同学的代表郑宝通先生致辞尊敬的杨九一主席，亲爱的校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郑宝通，我代表七世界校友，向今晚会庆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向杨九一主席表示祝贺。向任学明主席致敬，向总顾问林金芳先生致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非常感谢啊！在这里穿插一下啊，大家千万不要提早离场，今天晚上抽风一场，而且顶风一场关注，我先为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晚上的奖品好不好？第一项，十部 iPad。第二，十部 iPhone 13。第三个，四部 iPhone 14。还有最后一个奖，2000块的现金奖，现金奖2万。等一下，这是任主席，我第一眼认出资的，每一桌都可以抽到，请大家不要提早离场啊！谢谢大家。现在由议长钟泽岳先生致辞。
杨玉仪主席，尊敬的各界校友、各位领导、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幸聚君豪，不亦欢呼？我很荣幸的欢迎各位校友、领导、嘉宾，可以在百忙之中抽空，请全美各地来参加三周年的校友会庆典。在此，我谨代表杨玉仪主席、总部委林飞芳先生，还有日新民主席及新一届的校友会成员，对各位的到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以及感谢大家对新一届校友会职员的支持。今后我们新一届的全体校友会同仁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会务办好，把校友会这个情感交流的领带作用发挥得更好。一起来投票，在我们的二十中校友会校友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最后，我祝大家在今晚的庆典活动中吃好喝好。并祝大家在今后的岁月中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他是我村里面，我们小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最著名的电影是播放电影的那个老师傅，好久好久了，非常著名，几十年没老著名的。由于领导不断上来，准备抽签、抽奖，好不好？那就我不打完了。一年的经历，感庆功啊，我来门口。Come on.
到了，到了，到了。
我哪买买地盘，我就努力了。好了。中校友会。
啊？大家搞到这里啊？厉害厉害啊！马尾海外联合总会的全体同仁，请你站在舞台上，与我们二师兄校友会的女美二师教委的杨主席交个相。一等，一等，一等，你别来那个等啊！挥挥手，准备啊！好，准备。只要你表演好，节目开始，下面就抽转了。OK， 你去酒店的这么多的人，你看看，你哥咩买咗攞啲咩嚟做？啊 ，DJ 什么 DJ？ 请你不要留下你的眼泪。
成立三周年了，祝校友会圆满举办成功，对不对？Yeah.
红旗，双桨上流声就已过去。还不会转眼过你带走我的心疼。
来来来，好了。好，现在念出第二位、第二名的那个获奖者，57565935。有没有啊？有没有啊？57565535。我现在改正了。57565935。第二次了。怎样三次啊？蹲下，蹲下，过去蹲下。跪下。有。57565935。好，恭喜美女。好。哎呀，美女今天发大财了，零零发大财。掌声响起来，你心中的浪漫。57567055。来个，有吗？亲亲嘉宾，挥挥手，挥挥手，挥挥手。57567055。来，冰狗，冰狗，来呀！来，第三次，第三次。57567055，恭喜帅哥！哎，张会长，张会长，张姐，来来来，三个人，张姐，三个人，下一位，下一位啊！好，来，暂停时间。七酒店的妈祖吗？
抢啊，又中了多少部分。好，现在第五位，五七五六四七八，第一次，五七五六四七八，第二次。好，帅哥赶紧下来，来，非常幸运，幸运之星哈，三次还没叫完，你就全脸了啊。好，恭喜帅哥。你这里都在见到这里 ，yes， yes 住了啊。有没有看清楚？
啊？哇，我想要啊！你们不让给啊？好，第一号嘛。是 iPhone 十三吗？没错，是恭喜你美女同学哈。Thank you。啊，拍个照。谢谢。非常的幸运。还没中到奖的人后脑顶顶的，非常荣幸。后脑顶顶，后面还有好的，加油！掌声鼓励啊！真的，下午为我们最后一步害怕怕了。你超人，那你超，能够相聚在这，我们聚好大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我在百难之中啊。掌声响起！最后一步害怕，好，最后一个排后面的，现在接下来后面就是二等奖，对吧？对。好，哎，大家都好。现在开出的是最后一部 iPad， 对吧？对的。五七五六六四幺，五七五六六四幺。第二次了。最后一部有吗？哎，我会。来啊，美女。美女。好。美女。当给你五分钟排队排队来啊，排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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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M13还有八部、哦、OK 好的，现在开出的是第八部第三部五七五六四六四第一次五七五六四六四第二次啊，恭喜美女，今天晚上两边对阵帅哥美女，旗鼓相当。休息一下，等下再开始。现在自由。
好，现在接下来大家自由点歌时段，然后后面再继续开出我们还有五部的 iPhone 直商，后面在后面就是领导为大家敬酒，在最后开出的是一等奖 iPhone 十四，祝大家好运。好，大家抓紧时间，下面。哎，这位。我这个我们会长演唱好不好？好，谢谢。眼睛。让我们的笑容充满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祝我们校友会明天会更好。11点地下室的车不能开出去。要大家如果有家人先去一个车开到门口去。没有没有，我正在延迟这个时间，我已经跟俊豪的董事长已经讲过了，现在的正在跟他的爬车厂打个招呼，尽我最大的力量把我们今天校友会开的时间又才校友时间在这里呼吁一下好不好。谢谢太多。鸡是吧？这个很广啊，反正。哎呀，我声音已经哑了，没办法给拖上来。对不起，开始了。表奖的嘉宾，
也应该是这样子，看一下 ，OK， 好，算了，还是要玩了。现在开出了第六部 iPhone 十三，五七五六五六九，一，五七五六五六九，二，有没有啊？有没有？再来一遍。第三次，五七五六五六九，一个帅哥。三，有没有？没有就是不想拿。没有，我都带回家哈。跪一下，跪一下。五七五六五六九，恭喜帅哥。好，接下来现在摇出的是第六部 iPhone 十三，五七五六五三四，有没有？五七五六五三四，最后一遍，没有就算作废啊。五七五六五三四，好，又是一个帅哥。又是一个帅哥，恭喜帅哥！真的没录啊，来，跪下，跪下，跪下。OK， 五七五六五三四，恭喜！这个是乱七同校会的主席，啊。现在是我们任帅哥开出了第八部、第七部的 iPhone 十三，五七五六七幺七，五七五六七幺七，五七五六七幺七。好，又是一个帅哥，今天晚上戴眼镜的帅哥比较多，不一定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的，比较幸运。OK， 恭喜帅哥。叶明真真，五七五六七幺七，恭喜！加油！轻轻轻的，加油！好，现在开出了只有第九部的 iPhone 十三，来，五七五六五零零，第二，抽一根。五七五六五零零，哇，这个可能是这个美女美女帅哥的功劳啊，好，非常的幸运，又是一个帅哥，帅哥美女，帅哥美女，那边跳舞了哈。这是平江校友会啊，他办的全体五六五零零，好，恭喜，好的一个校友会，真的没有，这个是办的最好。是要开始摇脚的是我们二四四中也应该也是不错哈，都挺非常好，非常好。我们以后的机会要加强交流啊，互相了解，共同进步啊！谢谢大家。来，总理，抽烟。还有平江中学的会长跟大家抽取第九部的 iPhone 十三，五七五六四四三。有吗？五七五六四四三，我们看最后一遍，五七五六四四三，第三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还有我们马尾海外联安总会的主席田子玉，来抽一下，验一下，验一下，裁判拿回来验一下。七五六四四三，好，恭喜！别多了，来个，这个呢？什么字呢？现在开出的是，现在开出的是英德奖，英德奖 iPhone 十四，好，第一步是五七五六七零八，要啊，一个美女，好，恭喜！第二次，第二次，哇！
有二十四中的老师任进老师上来冲一下，任进老师，你在哪里呀？不离不离手啊，任进老师。好，五七五六七零八，恭喜。还没十四啊，小拉。现在由二十四中学生的任静老师为大家开出第一等奖，第二部是五七五六六六零，五七五六六六零，六六零，五七五六六六零。啊，这是个美女，非常的幸运哈，今天一等奖非常的幸运 ，iPhone 十四。好，有请我们任俊仁、李玉举起抽奖。台风工地，哇塞！飞机转一个 U。我们在这里所有的闽北二中校委全体人员上来敬大家一杯酒。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哪里呢？咱们明年再会。看吧，五十的都上来领五十块钱。尾数最后四名的，尾数最后四名的，全部上来。没有。零零。零零啊！零啊！零啊！之后之后。
情况啊？有，但是刚才你我们忘记全部输了。各位校友，明年再见！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来观礼。让我轻笑，让我轻笑。你叫他是吧？笑，告别今宵。